上次跟大家介绍了可以一键搜索网盘资源的软件，但是有的网友留言说这些资源分布在好几家网盘里，下载的时候需要安装一大堆的网盘，希望我们可以推出跨界网盘的教程，比如说就是用百度云可以下载腾讯微云的文件等等。如果是这样，我们暂时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教程完全可以解决你们不想安装那么多软件的难题。你们可以一个网盘都不安装，只需要安装一个迅雷软件就可以全部搞定。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找到里面的这个软件，然后双击打开。打开以后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搜索你想要的资源，我们还是以荷塘月色为例。现在已经搜到了很多资源，我们选择一个视频文件，然后点击右键选择迅雷下载，这时系统会自动启动迅雷软件，我们直接点击立即下载就可以。好了，现在已经开始自动下载了，它下载需要一会儿的时间。其实这个软件它不只可以下载像这种视频 MV， 用它下载电影也可以。我们可以再来试一试，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一下用它来搜索电影。我们就以现在比较火的《战狼2》为例，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好了，现在已经搜到了，你可以根据格式或者大小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来进行下载，下载的方法和刚才一样。好了，现在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来获取这款软件。首先我们要打开微信，找到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本期暗语，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现在我们把这个密码复制下来，然后打开这个链接，现在输入上密码。好了，现在已经打开了，如果感兴趣直接下载就可以。好，现在这个文件也已经下载完了，我们把它打开，我们把它双击打开，我们把它双击打开来看一下效果。好了，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